家好，我是雪晶。我现在在外面玩。你懂我这么要走出来吗？因为我出来散步啊。我散了步，等下我要回家看我的弟弟。他竟然发高烧去了。现在去吧。我现在回家哦。这两只狗在玩啊。没时间看这些了啦，我现在要回家了。哎呀，你这两只狗啊，别再弄我了。弟弟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弟弟，你没事吧？我已经很辛苦了，怪不得你说你不要回来。刚才我只是去散步啊。你已经19年没有回来了，我已经长大了。可是你发高烧。别死！姐姐。别死！再见。别！再闭眼睛，闭眼睛。别！弟弟。你不要笑，你不要笑，你不要笑。弟弟。这个故事关于到，我们改次要回家看弟弟，不要给他有什么事。哎 ，Hello， 其实我们是在演呢、是骗人的。拜拜，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按赞和订阅我们再见喽，拜拜。